这所谓歌龙原理，歌龙原理其实很简单，你们去吃火锅，三个人去吃火锅，那个店长很好心，就是给你四个鸡蛋，那你们要怎么分？所以你们就开始会吵架，为了吃火锅吵架，只是说多了一颗鸡蛋，不知道怎么分，因为鸡蛋不能切。那这个时候就我们数学问题这个就叫歌龙原理，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可以分到几颗鸡蛋，不管你怎么分，所谓歌龙原理就是说，如果三个人给你四颗鸡蛋让你们去分的话，那他说至少有一个人会分到平均数多一点点，或者是跟平均一样。所谓的三个人四个鸡蛋分给三个人，你实际上所谓的平均是什么？四除以三嘛，所以一个人平均可以分到 1.33 颗，但是这个鸡蛋不能切，所以这个多出来的 0.33 颗一定是跑到某个人身上去，所以歌龙原理就是说至少有一个人可以拿到两颗，两颗鸡蛋，那是不是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也许你就是说后来有一个人很爱吃鸡蛋，他把所有的鸡蛋全部收刮去，四颗鸡蛋他全要，那别人就不要了嘛，就是给他就算了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其实还符合我们的刚才讲的，至少有一个人会分到两颗嘛。那分到四颗，实际上比两颗还多。那你也可以说，大家先分一颗，另外剩下那一颗给别人，给其中的某一个人。那当然，这个拿到那一颗鸡蛋的人就是有两颗嘛。那你也可以说，这个人两颗，那个人两颗，其他的不要。那不管怎样子，基本上所谓的歌龙原理就保证说一定有一个人会拿到平均数。那如果这个平均数是有尾数的时候，就是有小数点分不完，不会刚好分完的时候，那就是把那个数字加一。所以也变成是说，如果我们像你们去吃火锅，有鸡蛋化成这种样子，那这边如果有 N 个鸡蛋，那你们去吃火锅的人有 N 个人的话，有 N 个人的话，那我现在歌龙原理就是说，你这个平均数是多少？每一个人平均可以分到这么多鸡蛋，对不对？每一个人可以分到这么多鸡蛋，但是如果这个数字，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数字是整数就没事，如果它有小数，我们希望取到的那个，就是说要表达的比较精确，就是说如果有小数，那就一定会有个人拿到的比平均数还多一嘛，就是下一个整数，所以这个你要用什么函数来表示？假设平均是 3.5， 那你希望跟人家讲说至少有一个人拿到四个鸡蛋，对，上奥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其实歌龙原理讲穿了就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如果要证明，其实要证明歌龙原理很简单，就是反证法。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用到高斯符号的一些不等式，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好，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而已。那我们来看一题，就是说这个讲义里面比较难的。那首先你们会遇到的是，搞不好题目看不懂，题目可能看不懂。好了，我们先把题目看一下哈。这个是比较数学式的写法哈。对于所有的自然数，自然数不要忘记了是从零开始嘛，零一二三四五。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n 的倍数是 n， n 的一个倍数是 n。 好，那大概先看一下哈。那这个 n 呢，里面这个数字里面只有零跟一，不是说二进位数字，是十进位的数字，十进位的数字里面只有零跟一，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举例来讲，这个假设这个 n， 我说n 是5好了，n 假设是5，那他是跟你讲说，我有一个5的倍数，他写出来的十进位表示法里面不是零跟一，那最简单的以5来讲可能是10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n， n 是5的倍数，
那它里面只有零跟一。那也许我说，哎 ，n 等于三，那我就给你一个例子 ，n 等于一一一，这个加起来是三的倍数嘛。好，那这一个题目是说，不管你这个 n 给我多少，就一定存在这个 n 是它的倍数，但是里面不是零就是一，这样子 OK 吗？好，这是提议。好，那这种题目其实真的想一想也不太不知道要怎么写，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写。以前的加减乘除好像都没有办法去描述说一个数字是零或一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鸽笼原理，好，用鸽笼原理。那你去先想一下，好，先想一下，你反正要它的倍数嘛。如果你用同语的想法来说，同语的想法来说，如果你可以找到两个数字，好，两个数字除 n 是同语。好，除 n 是同余，然后呢，它们里面可能都是零或一什么的，那你再把它做加减乘除或其他的运算，试着把两个同余的数字相减掉，得到这一个结果。好，那其实就是这一个题目要跟你讲的。好，那利用鸽笼原理，好了，那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要用鸽笼原理，一定要怎样子？好，一定要数，比如说，哎，我现在用鸽笼原理，刚才讲的是同余嘛，哈，那 n 的余数总共有几个？总共有几种不一样的余数？零、一、二、三，一直到 n 减一嘛，所以 n 的余数总共会有 n 个嘛，所以我就试着，反正我现在要凑到两个是同余，那最保险的做法是怎样子？找 n 加一个数字。对不对？找 n 加一个数字，那它们里面除 n 之后，一定会有两个会同余。那我剩下来就说，哎，我怎么试着去让这两个同余的数字相减，减出来的数字会它这边所讲的里面只有零跟一。那他讲到一个，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反正数字多大不管嘛，我只要有就好。所以他就说，哎 ，n 个数字怎么取？第一个取一，好。第二个取一一，第三个取一一一，第四个取到总共它取一一一，最后一个数字这边总共有 n 加一位数，那这是一个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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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总共有 n 加一个数字，长相这个样子。那因为 n 加一个数字，我如果除 n 的时候，他们的余数基本上只有 n 个嘛，所以这里面我根据鸽笼原理，至少有两个数字同余。那我把这两个数字试着去减减看，假设说这个数字是 m 1跟 m 2。哦，至少两个，你三个也没关系，四个也没关系，但是至少有两个。哦，那我就说 M1 M2 是同余。那既然同余的话，我把 M1 减掉 M2， 因为是同余，所以 M1 减 M2 一定会被 n 整除，所以是它的倍数。再来，因为长相这个样子，所以呢，怎样扣掉之后，反正这个是它的尾巴嘛，不管哪一个，一定是一个长一个短，那尾巴一样。所以一相减，一定是前面是一一一，后面是零零零。那这个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用说的说明就好了。那你如果相信我，或者是说你没有误解我的意思，应该这样子就是一个证明了。好，这样就是一个证明了。所以通常这种鸽笼原理都是拿来证明这种蛮奇怪的事情。好，好了，那就是这一题，就是让你们我那一天回去。让你们去看一下这个讲义，基本上就是说，第一个看看你们这个提议有没有误会掉。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个，嘿。你在鸽笼原理的这个题目，怎样说要那个？很难讲，真的很难讲。所以这边真的是多看题目，我也不知道说，一般来讲就是说，你正常你没有办法去用正常的方法算出来，你必须要试着每一个是试。那有些题目你会试着说去用套那个什么，也许数学归纳法，
或者是数学规范其实就已经有点奇怪了哈。那但是它还是有道理可循，就像上一次贴邮票，你会说，哎，这问题比较大，变比较小。那像这种各种原理，有时候就是更奇怪，你其实也没办法说一眼看穿它，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哪一天被雷打到，就想，哎，这样子可以算，这很难讲，这真的没有什么入。好了，那这个是几个例子啦哈。他说，如果我们打成绩是零到一百分嘛，总共有，所以会有101种可能。那你如果现在班上的同学超过101个，那你就保证说至少会有两个同学同分，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一般的话，其实是就是用高斯符号去算，你要比较精细的时候是用高斯符号去看，哦。那另外的话，如果函数上一次讲过哈，如果你这个看一下，函数其实是每一个 a 里面的元素去挑一个 b 里面的元素嘛。那如果你这一个自变数的个数，哦，比这一个因变数里面的个数多一个以上，只要多一个以上，那你就会变成说，我保证这个绝对不会是一对一函数，因为一定会有一个，哦，因变数，哦，就是说在你的那个值，这个不能讲值域，那个叫做对应域里面，会有一个元素会被两个数对应到。好，如果这边比较多，这边比较少的话，就绝对不会是一对一函数。好，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名字哈，那 Dirichlet-Jolle principle， 那是一个数学家啦。那这个是可以很快的看过去了啦。那最后的话，这个是刚才跟你们讲的取上高斯嘛，哈，那这个是说，哎，如果班上有28个同学，那假设一年刚好是52个礼拜，好，那你们要办亲生会，那问说，哎，一个礼拜如果办一次亲生会，那最多要准备几个蛋糕？不是，有哪一个礼拜可能要准备到至少多少的蛋糕？好，那这一个就是一样，280如果除以52是5.36，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至少有一个礼拜，那个礼拜生日的人特别多，你们要准备到6个蛋糕以上。好，还有，哦，中文以上跟之上，你们知道差别吗？以上跟之上，以是有等号，好，如果是以上的话是大于等于，之上的话是大于，没那个等号。好，那这是反证法，就是说你要证明那个，你们自己看好不好？好，这就不讲了。所以各种原理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其他你们好了，没关系，那我就讲慢一点哈。好，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排列，哈，排列就像这边，哎，我说，哎，请你们这边坐满六个学生，哈，那班上可能有100个同学啦，那这边位置，我说，哎，找六个同学这边坐一下这样子。那我问说，总共可能我会看到几个不一样同学的面孔，那但是这个位置会不一样哦，这是第一个座位，第二个座位，所以假设有人坐在第一个座位，那他下一次换坐在第二个座位，这是不一样的答案，哦，不一样的答案，位置排列换位置就是答案不一样，哦，那这个概念是所谓的排列，等于是排队的意思，就是你排在第一个位置跟排在第二个位置跟排在第三个位置是不一样的结果。那所谓的排列就是这个概念。那这一个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班上有100个同学，我说，哎，请6个人来这边坐，那问你总共有几种不一样的排列方式。好，所谓的一个排列就是说，哎，甲同学坐一，那乙同学坐二，丙同学坐三，那D同学坐四之类的话，排开之后，这个就是一种排列。好，这是一种排列。那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那我们其实就用试的嘛。第一个有几个可能性，那第一个位置班上假设100个同学，那每一个人都可能来坐第一个位置嘛，所以就有100个可能。那这一个人坐下去之后，剩下99个同学，那这99个同学可以坐第二个位置，那你剩下第二个可能性就是99个，那再下来第三个位置是
98个，所以依序这样子乘下去，好，乘下去。那这个用了一个乘法原则在这个地方嘛，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六个位置都要有人做，所以这个是六件事情要同时发生，好，所以是用乘法原则。那第一个位置是有100个可能性，第二个位置剩99，第三个剩多少？那乘开来就是答案了。所以这个符号是我们的 permutation， 你总共有多少个人要抓其中的 R 个人，就是100个人，那现在抓6个人来排队，好，那总共的可能排列方式就是这一个。那写成阶层的话，这个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没有错。好，好，那这是第一个，那排列总共有好几种变化型，这是第一个。好，那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特种部队里面，那你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就是那个炸弹拆炸弹的人哈。那你现在看到了一颗炸弹，这炸弹上面总共有10条不一样的电线。好，那你要拆这个炸弹，必须这个条件是说，上面那个歹徒跟你开了一个玩笑哈，还给你说明手册。你要拆这个炸弹呢，你要剪掉3条电线，好，而且这个剪电线的顺序有关系。那他就说，剩下来的你自己看着办，好，你要先去拜拜烧香这样子，然后运气好你就可以剪到，运气不好你就剪不到。好，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有10条电线让你剪3条，而且要依序剪，那你活命的机会总共有多少个？那其实就是这样，答案就只有一个嘛。那问题是你会有几种可能性让你去猜？那这个10个电线剪3条，而且要依序，重点在依序。所以这个依序就是有 order 的意思，有 order 就是 permutation， 哦，就是排列。所以你10条电线剪第一条有10种可能性，剪第二条9种可能性，剪第3条8条让你选就8种可能性。所以就是10×9×8。9×8=27，所以你总共有720种减法，那你其中不管什么样子，你只有一种是对的答案，所以你的小命只有720分之1，啊，会活着，啊，会活着走出这间教室，好，那这个就是这种题目哈，记得哈 ，permutation 里面一定有顺序这个概念，好，有顺序这个概念，好。那这个呢，通常我们看到题目也不会像说这么简单哈。那这个题目是说，我现在有 A B C D E F G H， 1、2、3、4、5、6、7、8，8个英文字母，叫你去把它所有的排列列出来。但是我比较龟毛一点哈，我喜欢 A B C 放在一起，其他随便你放。那这个时候你总共有几种排列？所以比如说以这个来讲，他说，我排的 A B C D。E F G H， 这个就是一种排列，哦，那比如说 A D E C B G F H 1 2 3 4 5 6 7 8，没有重复的哈，还蛮厉害的。好了，那这个如果按照这个的话，哦，这个的话，它的意思是说什么 ？Contain the string。of A B C， 好，哦，他的意思是说 A B C 一定要在一起，而且要照这个顺序。那以这个例子来看，这个 A 在这边 ，B 在这边 ，C 在这边，没有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他不要的。好，哦，这个不要。那你也许会说，假设说，B C A， 好，哦，D E F G H。那这个 A B C D 虽然有在一起，但是这个 A B C 它要求一定要长的 A B C， 那这个也是不行，好，哦，这个也是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要。那请你把所有的列下来，总共有几个是我们要的？总共会有几种？那这个你其实不要管说 A B C， 如果像这种他说 A B C 一定要在一起，那实际上他们就是连体音，3个连体音根本没有什么皮条会变。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所以其实有题目会跟你变来变去，就在这些小地方小耍一些小手段。所以 A B C 是一个人，实际上这边总共不是8个，好，这边总共是几个？6个而已，1、2、3、4、5，
六，他们是一个人，所以这个答案，因为他要你全部排列，也就是说六个人排在全部站出来排队嘛，所以是六阶乘分母是一，哦，就是六阶乘，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好了，那如果另外一个变化型，哦，另外一个变化型，哎，问你说，哎，他只是要求，好，哦，我这边没有讲了，我说要求 A B C 一定要在一起，但是不要求你一定是 A B C。排成这个样子，那你会有几个答案？你会有几个答案？我只要求说 ，A、B、C 三个一定要连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好朋友连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是绑在一起，不一定要照着这个顺序。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说像这种，我也可以接受，勉强接受。好，这种我如果勉强接受的时候，问你这种答案是多少？那你就要试着去想，现在就说，哎。以这个来看，当初如果以他当代表，好，我们先看 A、B、C 在一起的，他们如果是代表的话，是不是总共有六阶乘是上一次的嘛？现在我说，哎，他们三个其实不一定一定要这样子排，让他们可以产生一个变化。那基本上 A、B、C 如果里面可以换位置的话，他会有几种换法，就是说他是一个代表，但是这个代表了几个人，代表了几种变化。A、B、C 如果可以互换，我们就看 A、B、C 互换，它可能可以有什么 A、C、B， 那可能有 B、C、A， 也有可能什么 B、A、C， 也有可能 C、A、B， 也有可能C、B、A。那不管怎样子，他们其实当初都是一个代表人哈出来，那我们都把它看作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六个人，六个可能性，所以其实要乘上这个六。那这个六是什么意思？是三个人去排列吗？所以是六阶乘乘三阶乘，好，所以题目里面你要看清楚每一个讲的事情，如果稍微不一样，答案就不太一样。好，题目看起来很像，但是问的事情不一样。好，那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好，那再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函数，所谓的可重复的排列。好，那现在不是讲你们人一个人就大家都是非常特别的，没有一个人会变两个人。那我们现在讲的可能是橘子，我给你一箱柳丁，很多个柳丁，那给你很多个苹果，给你很多个香蕉，那照港剧还要有一个芭乐，很多个芭乐这样子。那现在是说，哎，好啦，给你四种苹果，给你四种苹果，那么我这边摆了四个位置让你们放四个苹果，好吧，给你四种水果啦，那这边摆了，哎，不要说四，好了，给你四个水果，这边摆了六个位置，好，那让你们把那个水果放上去，好，在这个位置上面放，那水果数量非常多，多超过六个，所以你不会说水果用完就对了。那请问你有几种方法？那这个在这边讲的就是所谓的可重复的排列，我有六个位置让你们排，那我有四种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都可以重复使用，那你要怎么排？我就看香蕉苹果那个的变化，那实际上就会变成怎么样子。第一个位置你可以有几个方法，四个嘛，对不对？那第二个位置呢，因为你这个东西不会用光，所以还第二个位置还是有四个东西可以放，第三个位置还是四个东西，第四个位置还是四个东西，第五个位置还是四个东西，所以每一个位置这个 R 就是我们的位置个数，有六个位置，那每个位置有四个选择，所以变成四的六次方。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可重复排列。好，那相对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函数。那函数第就是我们的自变数，就是这边有六个位置，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在我们的那个定义域里面有六个元素，每个位置可以去挑一个水果，一个位置可以去挑一个水果，那我总共有四个对应域里面有四个水果可以让你去挑。好，所以也是这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函数一般看到的函数总共个数，上一次我们大概有讲，其实就是这一个类型，好，可重复的排列，而且不会用完。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变形哈，就是说，假设我们就以这个题目来看，他说，哎，我这边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有总共七个英文字母，那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不管啊，就要求你把这一个七个英文字母重排，好，重新排列。那当然，两个 S， 一个在一，一个在二，跟这个 S 摆在一二，那个位置换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只看你外表这个英文字母排出来的。那你总共有几种可能？那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你先假设这一个英文字母底下你都把它标小号嘛，这个 S 有 S1， 这个是 S2， 这个是 S3， 假设先假装它们是一样的，好，那同样的这个 C 有 C1， 这边有 C2， 那其他的都不一样嘛，好，你先假设这七个英文字母都不一样，那么你就把它拿去排队，总共会有七阶层个不一样的排法。那但是呢，当初我假装这个 S1、S2 跟 S3 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所以它在里面换来换去，对我来讲实际上都是同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要把这个除掉，哦，每一个都可以三个人，总共有六个不一样的占位置方法，这个都六个都一样。那同样的那个 C 有 C1、C2 两个 C， 所以这个把它除掉，哦，那这个就是这个的答案。所以这个是它的描述是这样子，哦，你总共有以这个来讲，总共有好多一堆东西，总共有 N 个东西，哦，那这边是总共有七个字母，哦，七个字母。那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字母重复三个，就是说，欸，其中的有一个第一种 物件、哦，第一种字母总共有 N 万个，以这个就是 S 有三个， C 有两个，哦，C 有两个，那么还有什么 U 有一个， E 有一个，那你其实就是 N 阶层之后把它们的个数阶层除掉，那这边是除三阶层除二阶层，那我后面为什么没有那个 U 跟 E， 我为什么不管？因为其实后面除一阶层除一阶层答案是一样的嘛，那个就不要管，但是公式写出来要写成这样子，哦，比较一般化。好，那这个就是说排列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话，哦，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排列题目可以归类成这三种，那但是这三种是最常见的一个基本型，哦，好 ，OK 了吗？所以排列基本上是要有位置的区别。那剩下来接着另外一个概念叫组合，组合就好像你去抽奖，哦，或者是你们去那个什么，去那个游戏竞赛说，哎，一分钟里面随便你去百货公司里面搬，搬得动的都是你的哈。哦，搬得出来，那你先搬冰箱再搬冷气，跟搬冷气再搬冰箱，答案在这个地方算是一样的，我只看你最后你有几个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不管你哪一个先拿哪一个后拿，那这一个没有顺序概念的就叫做组合，那这个是排列跟组合两个最大的差别所在，这样子。好，那一样哈，它有所谓的第一个基本型叫做 R combination。 好，那我现在有一个集合 S 好了，哦，这个有一个集合 S， 那 S 里面总共有十个东西，我现在问你说，欸，我让你随便挑五样，你可能会有几种不一样的挑法，哦，几种不一样的挑法，那这个就是 C， 我有十个东西让你挑五样，那你这个挑法你可以先讲说，欸，我跟刚才那一题类似，我先假设说我挑东西的时候顺序有关系，所以我十个挑五个，基本上是说十个里面挑五个出来排队，哦，出来排队，那所以是什么，十个挑五个出来排队，那基本上 P 十取五，对不对？十个里面挑五个出来排，刚才有讲这个符号吗？忘了讲了，好了，没关系，这个这是 permutation 哦，十个挑五个出来排队。那问题是我讲说在组合里面，我不管你挑出来的顺序，那你要把这个顺序拿掉嘛？你想冰箱跟冷气谁先谁后没关系，但是你在排队的时候，冰箱、冷气、冷气、冰箱会造成两种不一样的结果嘛？所以你这个只要把这个除掉，除掉怎么除？
你现在挑了五个出来，但是这五个的顺序我不管嘛，我就看说，哎，如果同样的五个，我会有几种变化？那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同一种，所以把它除掉，那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哦，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所以排列跟组合基本上就是说，组合还要除掉一些可能的变化，在排列里面认为是不一样的，但是组合里面他认为是一样的，所以。排列 C 是 combination， 那有些人会讨厌这个符号，因为他觉得说这样写很长，好，这样写很长，所以呢，他想写成这种形式 C N 取 R， 也有人这样子写，就像说排列组合这 permutation 写这样子，有人不喜欢，有人会写成 C 十取五，这个也 OK， 只要大家看得懂就好了。那你们也要一样。人家你去看人家写的书，人家写的一些 paper， 或者是说人家跟你讲一些事情，那他如果不喜欢这个，他写那个，那你自己要会分辨，不要说自己说，哎，永远组合就只能写成这样子，那有些人确实会写成那样，那你们要熟悉，好，那公式就这样子，你看哦，这个公式，这上面是什么？原来 P N 取 R 嘛，那把。我们认为一样的，把它除掉，好，认为一样的，好，其实穷举法是我们的工具，我们就用穷举法。那因为这个题目是说只挑四个嘛，只挑四个，所以穷举法就好了。那你们要怎么穷举？这怎么办？很简单啊，穷举法我们就看说你可以挑几个，第一个是 apple 嘛。那你 Apple 可以挑几种？你不挑苹果，挑一颗苹果，两颗苹果，三颗苹果，四颗苹果。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以前的什么 decision tree， 挑了一个苹果之后，你还要挑什么？挑 orange， 哦，橘子。那你如果挑了苹果零个，你橘子可以挑几个？一二三四五，好，零一二三四。那你如果挑了一个苹果，你这边可以挑几种？零一二三，你不能挑四，因为为什么？你挑四就超过四个啦，那个乞丐的钵就装不下了。哦，那这个两个哈，那三的就只剩那零个一个，四个就只有一个，零个哈。好，那有了这个之后，最后是什么 ？pear， 哦 ，pear 是梨子。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再说我要零一二三四，因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把它补足四，所以你这边有几个，只能挑四个，那你只能挑三个，两个，一个，零个。那这个呢？这边一个，这边零个，那你只好补足四个，就是三嘛，二，一，零。那这个二一零，这个是一，没有，对，一这个是零，那这个是零，所以总共有几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那树状图以前讲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帮你列举，所以至少我确定我这样列举我没有漏掉，好，我没有漏掉，所以总共有十一个。那问题是，难道？每一次你就只会这个笨方法吗？有没有更新的一个想法？所以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想法，就是说你题目其实不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就照他讲的你这样子去想，你其实可以把它做一个变形，哦，做一个变形。那这边有一个常用的一个变形，那这个其实是标准做法，哦，标准做法。那我们在这个列举的时候，实际上你这感觉很像什么？你们有去大润发或者是去 Costco 买东西嘛，哈，对不对？那它是不是有个横杆，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问题想成这样子，你要挑四个水果没关系，那我就有给你四颗星星，好，那你把你结账的时候，好，你结账的时候把这个苹果放在最前面，好，你先放苹果，好，那再放橘子，再放梨子，你把东西这样分类，把它排好嘛。好，这是我们就是说规定这样。
那问题你要分辨这是苹果，这个是橘子，那个是梨子，怎么办？就拿那个隔的那个把它放上去嘛，隔开就好了。所以你要隔开三种东西，你可以要放几个棒子？两个。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隔成这样子，这是一个表示法。你买了一个苹果，两个橘子，一个梨子，对不对？那我也可以怎么隔？比如说这样子，这个是什么？我没有买苹果，买了两个橘子，买了两个梨子，那这也是一种买法嘛，这也是一种选法。你这样子，如果这样子对比，你会发现说好像一对一都比上去了，没有别的漏掉的嘛。一种这种，如果我一种这种表示法，实际上是不是等同于这一个？举例来讲，这边的004，实际上是先摆棒子，再摆棒子，那后面四个星星表示四个梨子，对不对？这个是这个表示，那这个呢？这个013实际上是零。好，没有买苹果，一个橘子，三个梨子，这也是一种表示法。所以基本上这个写法跟这个写法之间其实是一对一对应，所以我干脆不要算这个，我算这个就好了。那请问这种你有几种排列方式？四个星星，两个棒子，总共有几个东西在这边让你排？棒子也要算，四个星星，两个四个星星，两个棒子，所以总共有六个。问题是这六个里面，四个星星是一样的东西，两个棒子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去算一下这个答案，跟我们这边算的一不一样？可能我有没有算错？偷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没错哈。好了，就这个。那这个是对你们来讲是新的，从早上教到现在，这个最重要。好了，那在这个题目没讲到，好，没关系啦，你们自己看。这个题目，这个你们看一下，现在你们其实是要学一些类型哈。那有一些东西的写法跟你们看到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写法比较接近我们 computer science 的人会常用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就是标准题哈。他说你要填 n 个位数，那但是我要求里面的一。二进位的位数，这一个，这边有要你填一个 n 进位的，不是 n 个长度的字串，那零跟一，但是呢，我要求这里面的一可能要 r 个，要有 r 个一，那你总共有几种不一样的字串出来？那其实一样啊，你总共有 n 个，总共有 n 阶乘，对不对？那 R 个一是你挑出来的 R 个一是怎样子一样的嘛，所以除掉 R 个，但是零呢，剩下的 N 减 R 是零也一样，所以再把它除掉。好，那这是这一题。好了，那这个都是类题哈，简单题目，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其实是它的变化，你稍微换一下就变成那个形式了。好，那我们还可以更数学的写法。好，问你这个方程式x1 加 x2 加 x3 等于11，问你有几个不一样的自然数解。记得我是讲自然数，自然数是从零开始，就跟刚才那个一样，我要挑水果我可以不挑嘛，一个橘子一颗都不挑，所以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x1 是什么？苹果的个数。 x2 是什么？橘子的个数。 Orange 是橘子还是柳丁？柳丁啊， Orange 柳丁啊，柳丁啊，是柳丁哈。 X2 是柳丁，那 X3 呢是梨子。好，所以 X1 加 X2 加 X3 这一次可能碗比较大，去拿你拿那个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出来，可以装11个这样子，那可以让你装满装11个。那请问你有几种装法？所以是同样的题目，只是说写成这个不一样的表示法。那答案就很简单了嘛，有11个星星，那要有两个，11个星星用两个棒子隔开，所以是13阶乘除掉
除掉什么？十一阶层再除掉二阶层，好、哦，没有错啦，哈、哦。好，那有人会弄出另外一个符号，就是 H， 那我不背那一个公式，那个公式其实你背了只是多麻烦了，因为这种东西你只要脑筋一转，应该就 OK 了、哦，所以不要去背那一个 H 那个公式，大概自己知道说他讲的是不是这件事情，好、哦，好。好，自然数啦 ，non-negative integer 就是自然数。好了，那我再考一题，好、哦，看有没有人会知道。那刚才是讲说这个必须是自然零，从零开始，零一二三的解。那我问你说，哎、欸，我不喜欢自然数，我喜欢的是正整数。正整数是从一开始。那请问你这一题的答案是多少？如果是你，你要怎么解？如果是正整数。嘿、hey, ，怎样？就是加三减三。你先想，就是说把它想成实际的，对，没错，大概是这个想法。你把它想成实际的东西，我们刚才讲说不给也没关系嘛。现在是其实要求正整数是这样子，至少给一个，对不对？每一个人至少给一个，好、哦、一种东西至少要。那干脆这个题目我们不会算，我只会算都不给，从可以要允许不拿的哈。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把那个你要的那一个先给你就算了嘛，都先给一个苹果，给一个凤梨，给没有凤梨哈、哦，给一个苹果，给一个柳丁，给一个梨子，那剩下来的再分嘛，对不对？所以各给一个之后就变成多少？你剩下几个还要分？八个。所以你那个题目，原来是 x1 加 x2 加 x3 等于11，求 x1 x2 x3 属于自然正整数的解有几个嘛，对不对？求正整数的解有几个，那你其实这个你可以把它更换，换成 x1 加 x2 加 x3，我讨厌正整数，所以我把那个正整数变成自然数，每一个人都先发一个掉，好，一个拿掉之后变成这边扣一个，扣一个，扣一个，你只要再分八个过去就好了，那你就不受任何限制，要给不给你家的事了。所以这个等同于求 x1、x2、x3 属于什么？属于自然数的题目，那这个你就会算了嘛，对不对？好，那我再来一个进阶题。哦，那求 x1 比如说大于等于 3，x2 大于等于 1，x3 大于等于负1的整数解。啊，整数解有几个？那你怎么办？好、哦，那也许啦哈、哦，你刚前面三啊，他要三个，你就先给他三个嘛。大于等于三的意思就是他至少要三个，你先给他三个。那他一定要给一个，那你就一样先给他一个。那他呢？他说我负一这边随便你怎么解释，好、哦，你说啊，反正他要丢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这样子可以零个啦，用换的还是什么？我不会解释哈。哦那但是这个情况你可以把它想一下，那他要三个你就先给他三个，但是这边要多少？扣三，三个先拿掉了，好，先拿三个苹果出来 default， 那这个先拿一个梨子柳丁出来，那这个是补一个，这个不好讲哦，是补一个，所以这后面先减三，先把它用掉，那这个呢先再减一，那这个相对的话就加一啦，那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怎么去比较 formal 的写。那所以这个式子会等同于 x1 加 x2 加 x3 等于减三减一加一，所以等于八。哦，答案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写出来哎就开始
你不能用那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去想这个题目了。好了，那实际上这个我们用一个概念，比较数学式的概念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是所谓的变数变换。变数变换，我这个 x 它要在我要是不是可以稍微把它做个手脚，让它变成自然数，所以我令 x1 呢，实际上是一个 x1 prime 加3。好 ，x1 等于 x1 prime 加3，那这边如果是3，实际上这边的答案就是多少？0，对不对？这个它 x1 要大于等于3，实际上是不是说 x1 prime 要大于等于0？哎，这样子是不是就符合自然数的想法？我做一个变数变换 ，x1 等于 x1 prime 加3，好 ，x2 令它等于是 x2 prime 多少？加1，那 x3 呢？实际上是 x3 prime 减1。那你去看哈，如果这样子令的结果，当初我们说条件是给这个嘛，就是它要大于等于3，大于等于1，大于等于负1。那你稍微移项一下，这个意思实际上说 x1 prime 大于等于0 ，x2 prime 大于等于0，实际上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好，我们希望达到这个效果。好，所以做一个变数变换，那很简单。我既然不要用 x1、x2、x3，我比较喜欢它，没关系啊，就把它代换就好了嘛。变数变换，我把它代入，好，代入，那你会得到什么？把它换代进去这个地方 ，x1 是等于什么 ？x1 prime 加3 ，x2 是 x2 prime 加1，那这个是 x3 prime 减1等于11，那。把它拆开来移项，那你看啊、哦，这个加3移过去是减3，就是刚才我讲的，先把它补3个，那这一个先拿一个，那这一个呢，就是反正它吐一个出来这样子，所以总共这个等于8 prime， 那你实际上是解这个，但是它的条件变成这个样子。好、哦，好了，那是这是这种变化型。那以后你们自己回去想想看，如果我再更挑剔一点，同样这个题目，我说 x1 我不只要大于等于3，但是我又限定你不能超过5，啊，这个时候你头就要痛了，因为这跟之前的不一样。那有没有人要回去想这个题目？那个用提示，用 inclusion 跟 exclusion。principle， 就是说大于3的算一次，大于5的算一次，那把它扣掉嘛，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其实还没有，这个、只是一般的哈，扣掉。那再加上，比如说我又要求你，比如说4大于等于2大于等于1，那这个就真的要 inclusion exclusion 了，你会有好几种 case。这个叫二项式定理，哈。那二项式定理这边就真的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符号，以前你们是写 C， 我猜有一些人可能有学过，就是其实这个是什么，我们就是 x 加 y 的 n 次方，还记不记得以前你们高中的时候如果背得很辛苦， x 加 y 平方是什么？ x 平方加 2xy 加 y 平方，对不对？那 x 加 y 的三次方呢，是 x 三次方加3x 平方 y 加 3xy 平方加 y 三次方。那这个所谓的二项式定理就在跟你讲前面那个系数其实是有规律的，好，那其实是我们组合里面的一个东西，但是你们应该从高中，也许国中啦，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我自己其实 也已经有一点混乱了，不知道高中还是国中或者是国小这样子。其实你们以前有学过所谓的帕斯卡三角形，对不对？你们在算系数的时候，一，那接着呢，这个两个加起来是一，旁边都是放一，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那再下去呢？这个其实是 x 加 y 平方的系数，这个是x 加 y 三次方的系数，
那再下去，这个都是升一个一，那它两个相加是四，它两个相加是六，它两个相加是四。那你如果不相信这个应该是 x 加 y 四次方的系数，好，那我们二项式定理就跟你讲，其实哈，那个你不用这样子算，你直接带组合下去就好了，好，比如说 x 的 n 次方实际上是 c n 取零。那 x n 减一次方 y 的一次方，这边就是 c n 取一，那这个是 x n 减二 y 的二次方，这边 c n 取二，这个是要背的。好，那这边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好，问你 x n 减三次方 y 平方的系数是多少？答案是多少？然后 c n 减一取，那是先看一下，在 x y 方中这个的系数。嘿嘿嘿，这脑筋急转弯零哦。因为我们这个乘开来，好，乘开来，其实都一定要有 n 次项，你看这两个相加，这个 n 减一这边就要一次方，这 n 减二这边就要二次方，那如果人家骗你，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多项式嘛，多项式看不到的项就是系数是零的意思嘛。好好，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其实很简单，我们就用排列组合的想法。那你想一下，如果这一个是几次方，那么它最原始的想法就是 x 加 y 嘛，乘几个，乘 n 个嘛，对不对？那么我们所谓的一个这个展开式，其实是用什么？是用分配率，全部去把它乘开来，分配率去全部乘开来。那为什么我们举例来讲，哎，这边为什么是 n 次项？所谓的分配率，就是说从这里面 x y 最后的结果是 x y 随便你挑一个出来嘛，跟后面的 x y 挑一个，跟这边的 x y 挑一个。那之所以会是 x 的 n 次方，是总共挑 x 挑了 n 个，好，这么多个里面你挑了 n 个 x， 到时候这边的 x 乘这个 x 乘这边的 x， 总共乘了 n 次，所以是 n 次项 x 的 n 次方。所以你总共有几个东西给你挑，这样是一组、两组、三组，总共有 n 组让你挑，对不对？ n 组让你挑，但是你要求 x 要几个，每一个里面你都要挑出来的是 x c n 取 n， 所以就是刚好是这边的项次。但是这个如果你把它换一下，为什么会等那一个？因为你们以前学过嘛，这跟 c n 0是一样的啦。好，那它的解释是挑 y 啦，你如果这个0就是说，没有挑 y， y 挑0个，是同样的意思。那这一个x 的 n 减一次方 y， 这个实际上是一样的。这边总共有 n 组让你挑，一组里面只能挑 x 或挑 y， 一组里面只能挑 x 或挑 y。那你去挑，总共我要要求你挑 n 减一个 x， 然后挑一个 y 出来。那你有几种挑法？所以是有 n 个里面让你挑，那我就看 y， 以它那符号挑 y， 我只能挑这里面挑一个 y 出来，每一次只能挑一个 y 出来。所以它当然乘开，因为这个系数都是一嘛，系数都是一，乘开还是一，所以这些组合把它加起来就是这一个。所以这个是二项式定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切入的话，就是这个答案。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稍作一些变化，比如说，刚才那个如果允许你去做证明，我们就举第一个，他说这个 c n 取 k， 我 k 从一加到 k 从一变到，从零变到 n， 那他跟你说这个答案是二的 n 次方。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式子导，好，那这个式子是。你带进去其实是先 c n 取零加上 k 等于一的时候 n 取一 n 取二加，
加到 n 取 n， 那他说这个答案是2的 n 次方，叫你证明，那你不要真的是把它乘开，根据以前组合的公式乘开再把它加起来，那不用，回到这个地方，你适当的去给 xy 一些指令 ，x 等于一 ，y 等于一，哦，令 x 等于一 ，y 等于一，那这一边呢？这边是一加一的 n 次方嘛，所以是2的 n 次方。这边 x 等于一 ，y 等于一，不管你怎么乘，好，这个永远乘出来都是一嘛，对不对？永远乘出来都是一，所以就是那个答案。所以你只要证明这个怎么证，以前你们都要把它怎么处理哈，我不知道。那你这边证明很简单，令 x 等于一 ，y 等于一，代入二项式公式就得证了。那这个呢？k 的负一次方一样，记得这个 k 这个 k 哈，这两个是配合的，所以一样。我们回去上面看，这个要负一，好，这个到时候有 k 对不对？这边要是放负一嘛，所以令 x 等于一 ，y 等于负一，带进去这个式子，是不是就刚才那个形式？就是第这个。好 ，x 等于 1，y 等于负一，一加负一等于零吗？那后面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同样的这一个2 k 的 n， 那令 x 等于多少 ？x 等于一 ，y 等于多少？ 2代入就证明了哈，对不对？这边等于一，这边等于二，那这边是不是一二的 z 次方？好，那后面只是变数变换，那个没关系。好啦，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证明教完，我们就下课。那这个证明其实也是不用证，这个其实是什么？你们如果仔细看 ，c n 加一取 k， 好 ，c n 加一取 k，n k 减一 n k， 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帕斯卡三角形。哎，我擦掉了哈。这个实际上就是帕斯卡三角形，一、一、一、二、一、一、哈、一、三、三、一。好了，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叫帕斯卡三角形。这个是我们的，比如说这个一、二、一，这个是多少 ？n 等于二，二次方，这个。n 等于多少？三，三次方嘛 ，x 加 y 的三次方。那我说这一个三次是这个一加二，那如果在帕斯卡三角形里面，这一个实际上是什么 ？c n 取零，对不对？这一个呢？我就用这个二取零，这一个 c 二取一。这个应该是多少？三实际上是 c 三取多少？取一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 c 三取一等于 c 二取一加 c 二取零。所以写成那个，如果把它全部换成变数，这个跟它二跟三是不是差一？好，这个 n 加一是刚才的那个三的意思，这个 n 是那边的二的意思。好。那这个是我要的 DK 项，就是这一项。那这一项实际上是前它的上面的这一个。那因为是这个项次会有一点平移，所以它的上面这一个是第零项，这一个是第一项。所以你看 K 这边是 K 减一，这边是 K， 那这边是 N， 它上一层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帕斯卡三角形的一个表现，好，就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那他希望你把它证出来。好，证出来，那一样哈，你们可以用以前高中笨笨的方法，好，那个就开始来了。哎，这个，你可以写说，哎 ，c n 加一取 k 是什么 ？n 加一阶乘除以什么 ？k 阶乘除以 n 加一减 k 阶乘，那 c n 取 k 减一等于什么 ？c n。K
等于什么，那你可以把这个都写出来，然后再去验算嘛。好，那这个是笨蛋的方法哈。那我们现在既然写排列组合，我们跟你们讲，只要出嘴巴，什么东西都不要算。哦，好了，那我们实际上要怎么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你最想这个是排列，这是组合，对不对 ？n 加一个东西让你挑 k 个，它当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n 加一个东西让你挑 k 个，你有几种挑法吗？那我现在没关系，我不要算，我就先看第一个，反正有 n 加一个东西，我就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可能是一颗钻石，哎，我要不要拿这个钻石，对不对？拿钻石是一种答案，不拿钻石又是另外一种答案，对不对？那拿了钻石，后面要配合上你拿其他的东西嘛？那第一个，你拿了钻石咯，哦，让你拿了钻石之后，那你后面还有几个可以让你挑？总共本来 原有 n 加一个，第一个是钻石嘛，你钻石拿来放在口袋，剩下还有几个你还要选 n 个嘛，对不对？但是本来让你挑 k 个，挑 k 个了，那你拿了一个钻石，剩下是不是还有 k 减一个要挑？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好，一部分的挑法。那现在你是可能很清高哈，不喜欢钻石，或者是说，哎，这个其实是一个苏联钻哈，把它丢掉。那丢掉之后，还是一样，一个已经被你排除掉了嘛。那你还是有 n 个让你挑，但是问题是你刚才没挑钻石，所以你还可以再挑 k 个。那这个就是证明，这个就是证明。那这种证明是所谓的我们称为组合式证明，什么事实都不要写，写故事就好。这个也是证明，所以你们这边要学这个技巧。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其他的，你们回去看哈，有很多这种怪题目。